光之兄弟群体信息，关于浅谈人身自由。通灵，莫尼克、马修。莫尼克，他们对我说，我们永远快乐，无限的喜悦，因为能够在你们中间，能够照亮你们的道路。当我们说，照亮你的路，它将变得越来越重要，因为某些力量，确切地说，想要让你们处于黑暗之中，特别是要确保你看不到在你面前的道路。因此，我们和所有的光之存有，所有你们的银河系兄弟，所有伟大层次的生命，都在这里为你们开辟道路。这就是我们这么多年来一直在做的事情，但我们是以渐进的方式做的，我们是根据你是谁，您的身份来做的，并且我们将始终根据您正在成为谁来做。你们必须明白，现在对你们每个人，对所有人类来说，进化将以极快的速度进行，因为时间到了，这个时刻已经到来，大突变的时刻。所有人类，无论他们是谁，都在这个突变的时刻，都将活在这个大突变中。很明显，所有过于固定在物质中的生命，没有真正理解他们是什么，他们要去哪里，或者他们必须做什么，将以一种非常困难的方式生活在突变中。由于他们将无法支持将发生的这些巨大变化，他们将屈服。但是，我们想再一次告诉你，生命不是你现在所领导的，真正的生命是在物质之外的。当然，你有能力拥有几个显化的载体，也就是说，有几个身体从一个世界到另一个世界，或者与你为这个化身所穿的完全不同的身体。但目前你在一个物质的身体里，你会发现自己越来越拥挤，因为你会进化得很厉害，你会进化得如此之多，以至于你会想要突破你的物质的极限。因此，我们在这里，我们将越来越多的出现，帮助你们打开，走出你们的西装，越来越多的走向我们为你们设置的这条光的道路。这将把你们带到这个巨大的门，更新之门，过渡之门，新世界之门。与此同时，很明显的是，地球上的每一个人，好的和坏的，善与恶，将不得不活到最后，选择他的生活，选择的化身，但也有所有容易或困难的经验来生活。这将使人类，无论他是谁，成长。但现在，在你们的时代，一切都在被揭示，甚至在你们每个人的内心，一个新的真理将浮现出来。你将整合这一真理，你将理解它，你将在你的新存在中好好利用它。我们的意思是，没有什么会和以前一样的时代已经到来。当然，你们的政客们告诉你们，一切都不会像以前那样，因为他们会越来越多的削弱你的自由，等等。但我们的意思是，你将以一种非常重要的方式发展、进化。今天对你来说，似乎很重要的东西，明天将不再如此，因为那时你会理解很多事情，你甚至会把你自己的经历和你的生活纳入视野。在任何情况下，你们都在关注跟随运动的加速、转化的加速、转变的加速，你们也在追随生命的这种伟大突变，无论它是在地球上，还是在你们的太阳系中，还是在你们的银河系或其他地方。生活是不断发展的，所有的存在一直都在进化和提升的意义上，因为人类，甚至在意识上，即使是你可以认为是最卑鄙、邪恶的生命存在，也在不断的进化，他们从不退步。当然，他们会稍微进化，但他们会进化，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是，上帝所做的每一天，如你所说，你都在进化。有些人想很快做到这一点，对其他人来说，他们需要一段时间的整合，需要理解和同化的时间。但所有的人，地球上所有的生命都在进化。我们已经通过一个接近我们的频道告诉过你们，在一段时间内，你们将在地球上看到巨大的光的闪现，看到巨大的闪光。你将看到如此神奇的事情，以至于你将不再能够问自己任何问题。这些问题甚至将无法有答案，因为在你的眼里，它将是如此的陌生，甚至答案也不符合现实。所以，是的，你的世界在移动，所以，是的，一切都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而且必须如此。自古以来，所有的文明，如果不尊重生命，无论是人类的生命，还是一般的生命，生活在极端的暴力中，所有这些文明的尽头，都注定要消失。在这里，你真的处于一个持续了数千年的文明的终结。由于一切万物都会自动重生，这个文明的尽头将像凤凰一样从灰烬中升起，飞向新的航道旅程。人类未来的道路将比人类迄今为止所经历的任何事情都要容易100倍，因为许多面纱将被揭开，因为他们将最终不仅了解他们是谁，而且了解他们能够完成什么，他们能够为自己，也为他们的兄弟姐妹，为他们周围的一切，甚至为所有的王国完成什么。因为新人将完全融入这种尊重的概念，为自己，为他人，为生命。新人将是这样的。新人不会忍受不健康的支配，不会忍受被虐待，不会忍受以某种方式被切除脑叶。新人会知道如何定位自己，新人会向每个人提供他内心的宝藏，新人将无法否认自己内心最神圣的东西。这个新的人就是你，明天是你，后天也是你，你必须接受成为这个新的人。但为了能够成为这个新人，你必须放下所有不再属于你的旧东西。旧东西永远不会让你朝着你是谁前进，也不会让你真正找到自己。为了阻止这个新人的诞生，阻止他表达自己，会有一些限制，因为黑暗之光不希望这个新生命能够表达自己，仅仅是存在。因此，期待许多约束，期待在某种程度上仍然被操纵，期待以当然虚假的借口下被剥夺自由，剥夺你的自由。虚假的借口在你们的文明中是大量存在的。虚假的借口的军团要自由，完全自由，在你的思想和行动中自由，在你们自己内在自由，在你们自己外在自由。正是自由会使你坚强，正是自由使你变得强大。如果你不自由，你就会变得脆弱。自由将使你能够为自己定位，在即将到来的世界中，在人类将不得不生活的一切中，只有自由才能够拯救你。我们想告诉你，一个、两个、10个或20个统治者、酋长等能做什么？与所有这些领袖、所有这些恶人相比，人是众多的。如果人能够设法定位自己并坚持自己的身份，他将很快找到自由。没有人有权强加于人夺走他的自由，把他变成一只绵羊，没有人有权那样做。那些授予自己这种权利的人，将自动得到他们所产生的回报，报应。我们为什么要和你谈论自由呢？因为你会需要它，因为自由会保护你，它会推动你，因为自由会为你打开明天的大门，让你重生到自己身上，因为自由会让你去除许多仍然掩盖你意识的面纱，因为自由是一项神圣的权利，因为当你被剥夺了这种自由时，你就被阻止了，你就无法存在。然而，当我们谈论自由时，我们谈论的是尊重他人的自由，因为如果你想通过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压制他人来实现你的自由，那就不是自由了。自由必须在完全尊重生命、尊重他人和尊重你周围的一切的情况下生活，不通过压榨他人来将自由视为理所当然。自由是对你想去哪里的自由选择，是对你如何理解和进化发展的自由选择。自由不是让自己被操纵，因为人类已经被操纵了数千年。而在那里，你到达了某一个时刻，一个终点，操纵的终点。这就是为什么一切都会加速，一切都会加剧的原因。正是在这些加速运动的时刻，在这些一切进展都变得如此之快的时刻，当你为了不屈服而几乎不得不紧贴某物时，你必须保持笔直，你必须保持尊严，你必须保持自由。我们希望你能静心思考自由到底是什么，什么是真正的自由。目前人们所设想的自由是一种虚假的自由，它通常是一种强加的自由，而强加的自由并没有创造存在，相反，它破坏了他们，它摧毁了他们。所以，无论发生什么，你都会走向一个相对黑暗的时期。但要知道，莫尼克，他们向我展示了一条通道，在那里你看不到左边、右边或前面，但你向前走，你有刚刚好的光线，不会跌倒和跌伤。但在这之外，他们给我看的好像是一定的距离。我看到了一个巨大的光，我察觉到了巨大的光明。有些人将奔向这道光，另一些人会迈出一小步，因为他们会害怕他们所看到的。这道光要去哪里？它能把他们带到哪里？还会有其他人根本不想走向这道光，他们将继续冻结在这个适合他们的黑暗世界。因此，成为那些在道路尽头，在这条黑暗道路的尽头，全力奔向那道光的人。那些折磨世界的人，我们不会说出名字，你知道他们。我们不是在谈论那些小总统，我们在谈论那些牵线的人，那些拉关系的人，我们在谈论那些在他背后，所以他们中的许多人也会离开，而且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他们做了坏事，但真的有危害吗？难道他们没有完成众生复活的计划，也就是意识的觉醒，众生的伟大觉醒吗？因此，最邪恶的生命有其重要的角色要扮演，他们已经发挥了作用。由于他们在一段时间内将不再需要他们，因此他们会消失。但还有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地球的振动频率将大大增加，以至于那些不会对齐的人，那些愿意无法整合这个新的振动频率的人，将根本无法生存。因此，在结束我们对您说的话时，再次对生活充满信心，因为即使您必须生活在困难的事情上，取决于您将如何运作，取决于您的运作方式，取决于您的定位，事情将不会有困难。莫尼克，他们给我看了其他东西，是令人反感的。我不想谈论这些，但他们给我看了，因为这一定有用处。他们给我看了世界各地的人群，世界各地的人群都在反抗，他们希望和平，希望和平的生活，希望和平的吃饭和生活。而且，因为有这些造反的人群，他们将加速这个过程，他们会加速进入这个新世界的进程。世界不再会保持静止不动的状态，因为你们中的许多人可能会说，什么都没有发生，但有大量的事情正在发生，太多了。目前，你们的眼睛看不见，但是有很多的事情正在发生。当这一切都成熟时，到那时，莫尼克，他们给我看的东西很漂亮，他们像剧院一样向我展示。你在窗帘后面，突然窗帘要打开，但你不会看到前来看演出的观众，你会看到等待你的新生命、新生活。现在你在窗帘后面，但很快窗帘就会打开，你会说，哇，好棒，多么美丽，真漂亮，而这将是你的生活，将是你通过你的痛苦，通过你的灵性，通过你的自由，通过你将能够提供的巨大的爱来建立它。因为我们没有谈到爱，但自由也是爱的一种行为，他把自己放在自己的位置上，以自己为中心。当你以自己为中心时，当你与自己和平相处时，你就自动、自然而然的能够爱得更多。所以，总结一下，自由、定位、信心、信念、喜悦，所有这些都参与了你将要成为的新生命的绽放。现在我们离开你。愿和平、喜悦和爱随时充满你的生活。留在这条光的道路上，它已经为你们每个人描画好了，但不要害怕。即使在无意中或由于粗心或由于恐惧，你稍微离开了这条道路一点点，光之存有会把你送回到它，还有你的指导者。然后，所有路径已经描画好了。现在只需要用你的脚去踩它，它就会把你带到它必须带去的地方。不要再走小路了，现在已经不是时候了。现在继续往前走，直接向前走，不要害怕，正直和善良的存在没有什么可害怕的。正义善良无所畏惧。祝福你们这些地球上的孩子们。还要学会感谢生活，生命给予你提供的所有礼物，学会感谢你的兄弟姐妹为你提供的爱和友谊，学会为你所拥有的一切和生命以及生活仍将为你提供的一切而心怀感激。我们无限的爱你们，我们说很快再见。光之兄弟群体的祝福。谢谢收听。感恩祝福。